是要怎么好？他每天闹个不停，晚上都不让人家睡觉，窗户都不知道被他砸几次。你叫我要把握，我回去也有照你的意思做。我想弥补之前我对他的疏离，我对他好。 我宁愿生病的人是我，失智的是我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用想，不用去收拾他的残局，不用无时无刻去受他的折磨。你跟我说过，这两年的时间，我妈会恶化得很快。 才提醒我要把握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要把握什么。我们从以前就没有好好相处，他总是针对我，在他的眼里，我什么都不是。